started.大家目前现在看到这一台啊，是我小编等了很久的印第安 FTR1200，从去年年底消息放出来之后，然后到目前我们终于试到这台车了。然后相信美式机车其实在台湾国内啊，都会大家一般会听到就是哈雷，然后很少会听到印第安这个品牌。其实像哈雷的 48 还883，在几年前其实吹起了一个蛮大的热潮。可是像这样以滑胎风为主的一台重型机车，并且是以美式为主的滑胎风，其实非常少见。其实，在之前的哈雷也有一台像 SR1200，可是其实在国内其实卖的并不算好，能见度也非常低。而 FTR 1200它其实的设计理念就是从印第安它最初一开始 FTR 750的厂车设计理念概念而来，然后虽然跟一开始的概念车其实设计差的蛮大的，可是其实就我现在第一次看到这个实车，我觉得其实它收的线条从车头到车尾收的线条非常利落，其实我觉得没有来看过这台车的人都应该要来走进展间去看一看。FTR 1200目前在国内的售价是88.8万，其实一开始听到大家都会吓一跳啊，因为其实听起来是不怎么亲近，但是实际上你可以看了一下，它其实用料还蛮好的，像它前面有一个43mm的倒叉前倒叉，然后后面有一个全可调的单枪避震，然后再用上了登陆普的滑胎，然后前19后18的配置，其实在国内算是非常少的一个轮框的配置。哦，这颗引擎呢，其实源自于他们自己本身的 Scotch 的那颗引擎，但是它比较特别的是，它从 Scotch 上面的1133cc 扩缸到1203cc。那比较可惜就是在国内的税制的制度上面，就是会多了，就是往上跳了一级，就有些人会对这比较有意见。但是它透过曲轴的轻量化，它整体的车重比 Scotch 轻了20公斤，所以实际上空重在220左右，实际上重心又比较下移，所以其实骑起来是非常的灵活。然后另外有几项比较特别，就是属于它科技的配备，就是属于它这是一个触控式的萤幕，这在目前的重机市场来说也是算是比较少的配置。然后它有定速巡航的装置，然后以美式机车来讲说，它其实跟哈雷相比，它是属于比较精致的路线，所以你在看它所有很多的那个按钮都还蛮精致的，也蛮特别的。那这一台 FTR 1200啊，在我骑过所有的 V 型双缸的车种来讲，算是非常好上手的。尤其它因为是由滑胎车车种为研发基础，所以它在三角旗帜上面就非常的舒适。但是它你会感觉重心非常的往前，非常的往上，但是你会不会觉得它有任何的累赘？你会觉得下盘非常的稳固，可是你不会觉得非常的温吞。其实实际上操作起来有一点类似像 KTM 的旗帜的设定，可是 KTM 毕竟还是以纯种的滑胎车为主要的设定，所以你会觉得 KTM 的骑乘上面会觉得再轻松一点。但这一台就有点像融合了 KTM 跟一般我们所认知的街跑车的算是综合体吧，所以我觉得在台湾在国内这样的使用道路方式，我觉得还蛮适合的。经过今天详细的介绍之后，相信大家对这辆 FTR 1200有相当的了解。那想要知道更多重机的试驾报道的话，那当然要密切的追踪我们的 Top Gear 咯。